吞进去了，怎么办？已经结束了吗？我们看到黑光散去，是乱角大师您解决了吗？是天下盟的人，沈先生为了救我们以身犯险。我乱角虽然不是好人，若是继续狐假虎威，却也埋没了良心。不是我，是沈先生。他之前被坏人诬陷，说是修真界的魔头，但沈先生才是真正的英雄，牺牲自己拯救了天下苍生。是吗？我真是对乱角大师的品行越来越佩服了。啊，佩服？挽救危局的不光只有乱角大师，还有拼命反抗的勇士们，这是所有人的功劳。当然还有牺牲的沈先生。可惜了，之前见沈先生实力非凡，本想与他好好交流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乱角大师不必多言，我们天下盟会永远铭记所有人的。要来我好事，今日便让你永远葬身在魔界之中。那仙体一重，开！我在魔界刻画千万魔身，凭你！佛珠，你终究要陨落。你这个仿制的果然不行，和真的差太多了。大道，万法。既然不在地心，我便能放开手脚。你休想！法天下地。魔火无相魔身，你这么做会撕破虚空的。何妨？先回去吧，下次再来魔界，那魔皇也不知在搞什么。居然失败了，沈毅，我一定会让你家破人亡。南岛市的事情令我十分悲愤，凡是看到此人，请立刻联系天下盟热线，提供线索，悬赏100万。师奶，是我们没用。放心，我不觉得沈毅有事。我也相信爸爸没事。可是，玲玲从不骗人。师父，您说的是真的？爸爸与玲玲之间有联系，我能感受到爸爸。太好了！朱母，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。白无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朱母，我感应到无主在魔界外界的位置，我想去接应无主回来，但外界混乱，空间复杂，恐不能带着主母和小主人一同前去。我不在，主母还需多加小心，白无会尽快回来。难道是师祖回来了？师祖，秉承七公子的意志，你们一个也不能留。你就是之前帮助打开魔界之门的家伙。电视上还有他的通缉令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就死吧。我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，一群废物，接下来就该你们了。师奶，师父快跑！沈毅不在，我绝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女儿。妈妈，虚张声势，来！不愧是师奶，居然会这么强。不可能，就凭你这个女人。我不会输。不，我
就让你不愧是拥有龙脉之力。你不是沈毅的朋友吗？沈毅，妈妈，原生叔叔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不错，他的确不是原生，他的名字叫做沈断剑。你们想要做什么？如今沈毅已经死了，自然是要收回他从燕城拿走的龙脉。你们都是大坏蛋，爸爸才没有死呢。就算没死又能如何？还不是被困在魔界无法回来。琳琳，你先退下。哼，回来又能如何？龙脉是我的了。休想。可恶，果然还是要靠神断剑。神断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好强，与林之音根本不是一个等级。嗨，无用的挣扎，你对龙脉的运用根本一无所知。妈妈，不允许你们欺负妈妈。区区一个孩童竟然也想在我面前不对。可恶，我这是自找的。